长、市长、李秘书长、于议员、市府各单位主管、各媒体小姐先生、本会同仁，大家好。下午继续市长施政总咨询，恭请副议长主持。好，李市长、李秘书长、市政府各单位主管，我们媒体各位小姐先生，大家午安，大家好。接下来这小时是我们余昌化余议员的市政总咨询，现在开始计时。好，谢谢我们主席哈，我们副议长，还有秘书长，我们的林市长，还有我们的秘书长哈，还有在所有的媒体小姐先生，还有我们市政府的各局处各位主管，大家午安，大家好。现在轮流本席做市政总咨询哈。那么我想在今天哈，咨询之前先向我们的市长道贺哈，恭喜你哈，今天在媒体得到一个看到一个好消息哈，你的努力有出现到了成果哈，那么在此先谢谢你，恭喜你哈。那么咨询开始，第一个我想先再跟市长，我们再重启一下之前我曾提过的哈，基隆号称为海洋城市哈，那么夏天又到了，我们外木山又荣获十大魅力海岸的第一名，那么这么多人对我们基隆的外木山抱以期许哈，那么我常常讲一句话哈，基隆是最没有资格跟人家讲海洋城市的一个县市哈，为什么？因为我们虽然拥有那么好的海景，那么得天独厚的条件给我们，可是基隆的海上活动、水上活动在哪里？以目前我们来看的话，哈，除了碧沙渔港的这个海钓船，还有外木山的一个小沙滩，其他基隆的哪里可以办水上活动？我们举办帆船有吗？水上摩托车没有吧？现在的游艇执照非常的夯，好多人在考游艇的执照，这是一个前景，我们可以看得到现在游艇已经开放，大家都在考执照了。我们基隆如何搭上这个热潮，让我们这个海洋城市名副其实的可以让海洋活动在我们基隆发扬光大。再换一个角度来讲，我们相邻的这个万里，他们那个地方，我经常过去，他们连水上救生啊，尤其我们的消防体系，我本身也是义消的成员，也曾经听过救生方面的人在讲，橡皮艇啊，水上摩托车，更加要上落水的时候哦，迄人诶话全部归下啦。而但我们在可以去参考我们隔壁县市，人家会做的所谓的下水坡道，整个消防体系，一有尤其我们这个基隆附近啊，只要听到直升机从上面飞过出来弹，应该又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但是第一时间，黄金时间，马上就在坡道旁边，救生系统撸蕊马上就下水了。可是我想请问我们基隆哪里有？我在八年前就曾经在这边提过了，后来很奇怪的，竟然在那个万木山那个沙滩呢，用环保局去做了一个斜坡道，后来说是要清沙滩用的。就这样一拖这么多年，基隆的海洋城市在哪里？好，那么我想请问一下，万木山就那么一个咖啡摊，为什么不多做规划？从前是没有规划了，这边在唱卡拉 OK， 这边在喝烧酒，那边在看风景，这边在静静的喝咖啡，所以杂乱无章。确实曾经这样过，当初的交旅处，我们是叫他整顿这个万木山的这个摊贩，结果他是全部驱离，把整个万木山搞到后来只剩一摊。为什么就只有那一摊？因为上一届我不在议会，我不清楚。
就这一摊可以卖咖啡，其他这些每天的那么多的人潮，我想这个不争的事实，为什么这个地方？我想等一下一起回答哈。再来就是说，那边我们自己前几天都在讨论，自行车道我们要串联啊，从汐止一起串联到我们百福社区暖暖，一直到瑞芳等等。为什么没有想到说怎么串联到我们的万木山到万里金山？这个是很热门的地方啊，为什么独落这个地方呢？还有我们的长泳活动、健行活动，如何跟我们这个第一名的海岸线来做结合？不要让这个第一名就这样昙花一现，让它能够延续下去。所以我想这一点，希望我们那个市长你给我简单的一个回复好不好？我希望你们对万木山有什么，除了交给北关处我们无法我们去主导之外，其他还有很多地方是我们可以的嘛，尤其现在万木山这个步道，还有怎么样海洋城市，怎么样把它发挥到淋漓尽致，达到真正的海洋城市啊，市长，简单而已，好不好？好，谢谢，余议员的指教。我想万木山的这个海岸哈是真的还蛮漂亮的，也很有魅力哈。那不过这个地方大概有几个事情现在正在进行。第一个是这个北关处接管之后，他在做硬体的，就是包括他的步道，还有一些这个路灯的一些整理哈，这个现在已经在进行。第二个是这个余远特别提到自行车道。自行车道其实我们并没有这个，其实是万木山这一条是还蛮重要的哈，现在也已经在做建制哈，因为规划的路线其实基本上也已经好了。那现在先处理的就是从金山万里那边过来，以前是断掉不只是人或者自行车道下不来，以前都要走62号的这个快速道路，那现在已经步道的系统也把它串接起来有一个自制型的系统。接到以前的这个章鱼游泳池的那个地方，好，所以现在已经可以从万里接进来，这个没有问题。那另外是沙滩的部分，沙滩的部分是不是能够做所谓的动力的水上的活动就是说，比如说像这个水上摩托车，还是说像有一些在国外说什么拉什么香蕉船，我想这一部分有正反两面的一个不同的声音了，好，那我个人是觉得，这么漂亮的地方倒不一定，要做这一种所谓的动力式的水上活动，因为它有一些副作用，好，包括它的污染的问题，还有噪音的问题，哈，等等管理的问题。那我们比较倾向，我个人是比较倾向未来，这个北关处应该是规划无动力的水上的一些活动，包括这个刚刚有提到这个风帆船。或者是说相关的比如说独木舟等等无动力的水上的活动，可能是比较适合这个区域。那这一部分我们也会来提给这个北关处来一并做相关的规划，或者是硬体设备设施建制的一个考量。好，那另外是咖啡摊只剩下一摊的部分，这部分我不是很清楚，我想是不是也可能是请我们教育处来做补充的一个说明。以上，谢谢。跟议处报告，就是咖啡的部分的话，因为它受限在场地了，所以我们目前的话是有允许一家，那但是这一家它主要它还是要顺便要帮我们清那个公厕的部分，所以有三个公厕还是什么，它是需要负责顺便要清理的。那现在目前为止的话是场地的问题，那如果是后续我们再看，如果有那个需求的话，我们再把它再把它扩充一下。好，因为当初也一直说那边没办法建公厕，也是当初的教育处长，我跟他一起去想办法把那些征收回来当公厕，所以那现在才有那些公厕在。所以我想，不是没有地方啦，还是有某些地方是属于公有地，还是有可为的哈。我希望万木山可以再加把劲哈。那么自己市长刚讲那个立志型的那个步道哈，公有这里看不准的哈。其实当初我们很希望。就是从西滨快速道路，如果能够拉一条路到章鱼游泳池的话，我们可以把滨海公路上面的游客游览车买塞里吧。现在游览车到不了啊，
所以观光旅游就这样受阻了。好，我想这个已经被关注，我希望你们跟他们研究哈。我想今天不用在这方面占用太多我们的时间哈。那么下一点我们来提到哈，就是说，这个是比较最近，网络跟社群平台大家人心惶惶，一直在讨论一个话题，是跟我们基隆有关哈，就是荔枝春夏，我想大家应该在这个都有看到哈。荔枝春象入侵基隆了哈，原本大部分都是在南部，哈，我想这个网络上应该都有看到，哈，这个类似这种昆虫吧哈，它会在我们的这个破坏农作物之外，它会停留在你晒的衣服上面，它会产卵嘛，然后你去漫到它会喷出一个毒液，会让眼睛失明，皮肤溃烂，我想这个东西。报纸也登了，那个我们媒体也已经去证实过了。那么基隆市政府好像到目前都没有任何作为，因为媒体里面有提到，基隆市的中正公园座椅上很多，还有红蛋山，好像是红蛋山在哪里？我想请问一下哈，针对这一个，现在媒体也报道了，大家在讨论这么热络的情况之下。我们该怎么样？尤其它又经常出现在我一种叫做栾树，那这个栾树又经常出现在我们校园，很多校园都有栾树。那么这个东西现在既然从前是在那个东南亚，还有中国大陆的南方城市，在台湾的话，之前是只有在我们南部，到了这一两年，尤其今年，在基隆已经普遍被发现，而且数量很多。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相关单位目前有没有什么作为？第一个，如何在校园去教育这些小朋友怎么样去防止？第二个，怎么样宣导民众注意？因为据说啦，据媒体所说，据那个网络大家讨论，而且我去查的一些百科，确确实实它会在我们晒衣服的地方，它会去停留在那个地方产卵，而且据说一次产都是14颗。我不知道我们这边有没有去注意这件事情，能不能回答我？我们该怎么样去防范？怎么样去防治？怎么样去教育我们这些那个市民跟我们的，尤其是学童，在学校要注意这个东西，不要被它伤害到。是我们要由谁来回复我？好，谢谢于议员。我想，第一部分哈，这个荔枝春象的这一部分，因为属于跟农业或者说跟这个动的昆虫有关系，我想这部分由我们采发处林处长来做说明。那第二个部分我想最重要就是说，议员还是关心这个学童的一个安全的部分。那怎么样来提醒在校园里面多做宣导哈？其实我们教育处也已经有做了，这一部分我请我们教育处陈处长来做补充，谢谢。那个有关议员在问那个荔枝春象时哈，抱歉，因为我所知道的那个春象，它是好像会产卵，它好像翻过来好像里面有7颗啦，它好像有一点那个偏那个蓝色哈，但是因为它会造成在基隆市有的话，坦白讲我不知道这个信息啊，那是不是容我了解一下，再跟那个议员来做一下报告啊？现在目前到底分布情形怎样？那怎么样防治？等一下我再跟那个议员来做报告哈。好，抱歉。余座你好哈。那关于这个荔枝春象哈是否侵入校园这件事，那这个新闻我们确实有看到。那我们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们立即也请学校就是立即去了解说他自己的校园内有没有这个栾树，因为据报道是栾树是最容易有这样的一个昆虫进驻。那在学校都现在目前学校都还没有给我们回复说他们现在清查的结果如何。那在还没有这个答案之前，我们都请学校一定要立即先告诉孩子。就是尽量少避免能够接触这些就是即便不是栾树，
就是校园的一些大树，尽量如果可以，因为夏天一到，其实昆虫也很多，那尽量就请学童，尤其是早上在清洁校园的时候，也能够小心，尽量去避免，刚刚在讲的去接触到这些大树的一个状况。那我们应该在最近整个盘查出来之后，我们立即会去，也会请教这个农业专业，就是这个事情到底我们应该怎么去，除了消灭之外，怎么去未来要如何去预防？我们教育处的整个做法目前是这样的情形。好，谢谢哈。那队长，你表示你没有注意到哈。那么我想，我这边也收集了蛮多资料了哈。那个朱队长，改过一下就参考了哈。因为这个东西确确实实，这我看到的这边是联合报的报道哈，联合报记者也写，红淡山、中正公园，这都是我们基隆重要的地方啊。万一哦，它有毒蚁，会使皮肤溃烂，会使眼睛失明。它产卵在你晒的衣服上面，你也不知觉，所以是不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哦，我想这件事情是我在这边提醒，希望我们用点心，好，把这个事情做好防范。接下来我想再延续我上一个会期哈一直在谈的哈，市长，我对你的努力我很肯定哈，不过有些地方我真的还是要讲出我心中的不愉快哈。我想很多事情讲一讲到后来都不见了啊。你记不记得上一个会期的时候，我们曾经谈过关于事业废弃物的认定？我们的各零售市场，我想我跟我们环保局局长，我们用了那么多的公文往来，在这边讨论了那么久，花费掉我宝贵的咨询时间，得到的结果是市长说好要开个法制会议，再来认定说九月这一份公文，最后来的这份公文，虽然上面没有去指责说我们基隆市政府地方自治法的这一个规定有去触犯到母法，可是事实上我们一看就知道了，中央的无公立这起事业废弃物，他已经说你们不是事业废弃物了，你还是要把它认定为事业废弃物，所以我的咨询好像变成在连消委过目即忘了哈。所以有时候要开法制会议，我想请问市长，你点头跟摇头开了没有？没开嘛，对不对？哦，所以市长，这一点我就要真的要跟你坦白一下。哦，你六个月之前答应我的，在这边答应我的，说万一中央的行的文跟我们这边的地方自治中间是不是有冲突？老实讲，都已经很明确告诉你们的，零售市场不属于事业废弃物了。然后你们基隆还是要把人家当事业废弃物收嘛？哦，所以关于这一点，我想也不要再占用我太多时间。我只是要告诉你，37大类里面也没有说那个零售市场，然后也给你们公文的103年也那个，我看一下哈。这个是104年的9月2号，也来了公文，也告诉你们，零售市场不属于事业废弃物。你们让这个零售市场一个月增加了20-30万的开销，再把这些多出来的开销是拿给我们的你们的委外厂商啊，这个很暧昧啊，不是给我们基隆市的市库啊。然后再把这些多收的钱转嫁到我们每一个市民的消费者的身上，我想这件事情市长裁定说好要开市政法制会议来认定说这个到底有没有抵触到母法，是不是我们地方自治法有必须要修法，可是我已经等6个月到目前还是没有消息。至于署长那个局长那天有提到，你说只要超过1公吨的垃圾，你们就列管嘛，就把它认定说列，这是你的理由之一，我知道。你说超过1公吨，他
它就属于列管，就要属于世界废弃物嘛。那我告诉你，我里面有两百多摊，我可以分成两百多包嘛，我那有超过一公吨，对不对？所以我想，他们不过是说我管委会把它给集中，然后我由民间清运，然后民间清运要送到你们的垃圾处理厂的时候，你再跟他收进场费，就这样衍生了一个月二三十万的开销。那站在我这边的立场，既然行政院环保署104年9月2号也回复你们了，不属于事业废弃物，你还是要用事业废弃物。你明明提古巴，你明明提阳春面的话，你不要收五百米的钱。我想，这个事情不要再浪费我的咨询时间。我希望市长，你答应我的开法制会议，赶快开，把这件事情赶快确实下来，好不好？你说。好，谢谢于议员的一个指教哈。我想于议员关心的应该是国债市场的垃圾的问题嘛。不止国债市场，所有零售市场。现在都有收垃圾进场费啊。是，如果是果菜市场的部分哈的垃圾问题，我想等一下是不是可以请林产发处林处长好来做说明。那如果是属于刚刚提到零售市场的部分，我想请环保局哈我们赖局长来做报告。好，我再说明一下，我不是只针对果菜市场，成功市场、仁爱市场、信义市场，这么多的零售市场，他们都属于零售市场哦。非事业废弃物哦。好的。感谢副议长还有议员哈、于员的关心哈。我想这件事情要先从当时大家都在讲91年环保署的那个解释函，第二点没有错，它上面写得很清楚，传统市场哦，摊贩集中区非属哦所谓的事业，但是第三点要看得很清楚，一个解释函不是只有看。挑中间那一点，第三点有讲了一个，哦，就家户以外的非事业废弃物，一当地主管机关指定之清除方式，哦及处理场所清理。那时候环保署在91年11月22号，我相信议员您手上也有这个公文，所以那当时的环保局就依照这样的一个解释函，在99年定了一个哦自治条例。就针对于传统市场摊贩集中区这边说要求，就是以一般事业废弃物来进场，哦，就是这样。所以整个的流程是从99年定这样的一个自治条例来开始。所以当时不管是我们所有的市场，包括仁爱、信义，哦，这些所有的市场，公有的零售市场，还有到现在的哦国泰市场，哦，都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那第二个说明的是，当时哦，国泰市场也有发公文，好，哦，去要求环保署，好，哦，针对我们这个自治条例是不是有违法的部分？那我们有跟环保署去确认，环保署是没有认定是没有违反的，因为依照91年11月22号这个解禁函，地方哦，地方政府拥可以来指定它的一个处理方式。嗯，可以是好，谢谢。我时间。很宝贵，但是我好，我们今天就不在这边多做争辩哈。我再重复告诉你，91年的解释函是你们可以去认定，但是99年你们定下的自治条例，到了103年你们又颁布了，又颁布了37大类里面又没有说到零售市场，到了104年的9月，他们又来了这一个，就是说非属事业废弃物，虽然没有纠正你们触犯母法了，可是我觉得很纳闷，就是说为什么你们对这个外包厂商这么好？明明对市民有利的地方你不去想，而去替他们着想，也没修，你可以不用收嘛，因为它不属于事业废弃物嘛，你可以不用收嘛，好不好？我想市长这一点我希望你去努力，哦，今天我已经花了太多时间在这个地方了哈，哦。再来，市长还是一样哈，哦，我想等一下可能我会稍微控制一下了，但是我真的一定要抱怨哈，哦。也是在这个地方你答应的，安乐国小附近的生活圈改善计划，我上次在这边告诉你，你也说好，
应该要让地方的里长、理事长，尤其是议员能够参与。有没有找过我？半年的，有没有？没有吧？咨询完了，答应好了，讲过了，忘记了，不重要了。我想，安乐国小停车场这件事情，跟安乐国小生活圈改善计划，我们都很重视，我们谈过了。我今天也不想再花太多时间去讲同样的事情。应该上次讲好了，应该该做的嘛。那么我们的局长啊，到目前为止，安乐国小市长，你答应我之后，我们马上就会看。我看到你的诚意了，我看到你的行动力了。可是你的螺丝松掉了。那天会开完之后到现在，不闻不问，没有人跟我讲过一句话。只有有一天我在和平岛遇到我们的处长，处长说没塞来，要校园停车场要往地下室发展，有没有？你们为什么只想到理由搪塞掉？为什么只想到理由拒绝掉？你难道没有想办法？你们现在我讲起来较歹势，即马总统啊，恁的人，立委啊，恁的人啊，为什么你不会去针对这个地方去讨论？市长，你有现场看过了吧？那个地方是不是有需要？是不是有适合？只是你们没有去动嘛。我们市政团队啊，为了市民啊，不要分党派，啊，不要去把我们跟你讲的事情当作耳边风了。我已经举两个例子，都是半年之后毫无动静、毫无回应。那你再共同给共，以后是不是改成总咨询变成聊天会嘛？讲完的事情都没有结果。市长，手上这两本是你们提供给我们议会的，哦。今天是第三次的定期大会，这里有第一次定期大会跟第二次定期大会，里面所有我们的提案、我们的议决案件、你们的执行情形，我讲实在，你如果有空哦，自己里面翻一翻，不要有我们为了市民、为了基隆市努力，卖公某某人讲的，我就较重视；某某人讲的，我就都是回绝。都是找到理由，甚至于完全不回应，没有结果，没有下文，整笑话嘛！不要这样子啊！我们都是在为市民努力的。如果你不服气的话，我再念一些给你们听。安乐国小生活圈，我刚提到的，基金一路135巷，非常缺乏停车位。那天有讲到一个天鹅堡社区下方那个地方，地主愿意卖。希望你们会看，结果呢？一年了，有消息吗？处长，你的脑海里面有没有这件事情？没有嘛？我讲嘛，根本不放在眼里嘛。我们在这边咨询，白咨询的，我们在这边讲的动作跟你脸笑话嘛。再来。五轮溪淹水事件，我也在这边讲过了。后来要到五龙街去处理的时候，也把武圣街当初也淹水嘛，因为媒体只报道五轮溪淹起来，没有报道武圣街跟五龙街淹水嘛。后来我们去看了，已经把武圣街335号这个地方是属于最末端，山顶尾你的水拢有要拼落来，因为所以那边才会淹水，淹到武圣街也淹水。所以我们说好，这个地方应该做一个节水沟，节个屁啊节！淹水到现在一年了啦，水沟有做吗？我在议会很少发言，一直希望说新的团队让你们好好去发挥。但是我这种跟你们提的案子，我不知道你是刻意否决，还是无心在做。还不够心服口服哈！
我再举一个例子，成功市场电梯，或者看几次的，你李道处长你根本不从来不练习，从来不参与，到后来我在这边总咨询的时候我提起，结果市长也当场承诺一定会把这个事关人命安全，市长你也当场承诺马上处理，成功市长这个电梯不能够在那边一天到晚出问题，把人卡在半空中。市长我问你，局长啊，先讲市场这么电梯快快来呗，走啊呗，有没有？请副来处长说明。好，跟议员报告哈，那个成功市长，因为当初我们有查对相关资料，因为他在好像1992年、1993年完成的，那因为他的法定期限是15年啊，那我们后来去了解的话，他那个因为门哦，大概被撞坏掉了，那我们有做一些调整，那我们预计大概在106年的时候会编列预算哦，来把那个整个电梯的部分，就是损坏的那一部分的话来做处换，哦，那因为这个有那个法定期限。106年编预算，107年才做。用了，各人调了，对，那设施怎么样咯？106年就可以下去处换的了。好，我们今年会编列相关预算的，会在106年来处换。好，现行是已修复，可以使用了，可以启用，当然可以用啊。是，那您请坐。当然可以用啊。是当初我们在这里也讨论过，消防局长也知道嘛，那个地方光119打过几次了，人调电梯来得调几盖啊？市长，你那天也很爽快的答应我，马上做，结果呢？就你啊，所以说都忘掉了啦。我也在这边提议过啊，无人吸烟水问题应该要做分流啊。你说，哎、欸，要研究，结果到目前有谁研究过？连会刊都没有，连屁声都没有。我再举一个例子，第一次定期会的时候，我们的市政考察有去体育场、体育馆，有去会看嘛，哦，有去市政考察嘛。回来之后也说啊，这要赶快立即改善它的缺失、安全问题怎么等等的。好，有做了，有说了，结果没有什么动静嘛。结果在第二次定期会的时候，我提案了一个那个柔道馆的榻榻米啊。随时可能摔伤人啊，下个脑震荡啊，下个骨折啊，搞不好要人命啊，很危险啊。然后我们的市政府啊，怎么回复我？原来有编列105年度的预算准备汰换，后来又加上需要55万，因为财政困难，怕预算排挤，所以不做了。那你是不是要改变一个丧葬补助费啊？万一摔死人怎么办？这一次第三次定期会，我们又去这两个场馆看过了，已经有摆明的缺失在了。你们竟然，可能是因为我提案吧，看到别人这边提案的执行结果，我很羡慕。如果是他们的提案，搞不好这个榻榻米换好了。我还有一个提案，安乐区的道伦地区人口数27828人，这么重要的一个区块，505公车，我在这边提案了。为什么基隆客运班班客满？也是一样在这边谈过的啊。你说好，这个要讨论。结果呢，来了一纸公文，碍于人力，碍于车辆调度，速难办理。什么跟什么了？我告诉你。不是难以办理，是你们没有去办理。大五轮内寮总站这个地方可以停4部车，目前真正运作是3部车，
有一部车是学生公车，早上开到那边就没有动了。你这车哪个刷造型？你就加一个违章的调度啊嘛。这么多人口，27,828人，这么多的人口的地方，又加上大鲁文工业区，这么重要的一个区块，他也要画，他也要派的议员，公共的，中正区你怎么加班啊？我讲505，你跟我这样说，你们根本调度不出来，碍于人力，碍于车辆调度。你只要把这部车做移动，你不是可以恢复吗？可以做到的吗？一个这么热闹、这么繁华、人口这么密集、别人这么客满的地方，你30分钟才发一班车？别再跟您讲，客气也跟您讲，你拢搞这个笑嘛？当作在跟你们聊天了、哦。后摆怎用心泡条老人地？我希望啊，我们市政团队啊，好不容易市长在冲，也已经把我们的民调各方面都已经在向上提升。希望说我们身为民意代表，把地方的声音带到议会来给各位，希望各位能够重视，不要，我希望下一次的质询不要再这种气氛了。我相信各位看得出来，在议会我很少发言，我一直希望让新的市政团队好好发挥，给你们多一点挥洒空间。可是你们把我踢到一边了，一个小小的一个建议，我光一下子就可以举出这么多例子出来。市长，语重心长，拜托你，好不好？哦，真的不要再把我们的谏言当作废话。好，回到地方的事情。那请问一下哈、哦，目前壮观台北，它是属于热力二街62巷，对不对？哦，我想目前壮观台北这个现在应该称为壮观里了哈，人口有5081人，目前有2074户，以目前这样把它推算下来，住屋率在持续升高，新的建案又在落成，应该要超过3000户了。我想这个地方是不是请我们市长这边，或是说我们这个户政事务所这边，是不是可以来讨论一下，这么大一个社区，很多住户包括里办公处都在跟我建议，是不是可以把它做一个重新命名，不要再是热力二街的62巷的什么地方，里面的门牌号码非常的杂乱，是不是可以跟里办公处做沟通研究？好、哦，再来。62巷口到500号，也就是御花园社区这个地方，那个我们公处现在这个地方它已经是属于那个计划型道路了嘛，是不是已经计划道路了嘛？500号以上，整个壮观社区，这壮观里的范围，你们说都还是属于私人私设道路嘛？对，但是62巷口到500号这个地方是计划型道路哦，不是吗？有前面有一段是计划道路，然后后面整段还是属于私人的。对嘛？所以我刚就听你解释的嘛，就是一直到500号这个地方，62巷口一直到500号这个地方，已经属于计划道路了嘛？2005年1月22号，基隆市政府发文给安乐区公所，里面的记录有写哈，经与各会各相关单位会勘哈，本市热力二街62巷口至热力二街500号御花园社区前之道路属于都市计划道路，并纳入本府道路养护及交通管理范围。公文在这里。所以我们现在在这边不用再争辩了，你们自己发出的公文，它是计划道路的，
对不对？目前没有路灯，没有人行道，没有人围管。你们到现在搞不清楚，那段你们已经说它是计划道路了，该去整理了啦。不要老是说那是私设道路，不可以，不可以。决定啊，人行道要不要做？路灯要不要装？计划道路喽。好，谢谢于议员啊的关心。我想他既然是计划道路哈，后续当然我们应该跟去的来推动哈。不过他目前还有产权的一个问题还没有解决，这部分我是不是请我们秘书长来做说明？好，谢谢。好，谢谢于议员的指教。我想因为纵观台北，就像刚于议员所讲的，前面那一段确实是都市计划道路。而且都市交道他当初开辟有的，可是这个案子比较特殊，是因为他开辟完以后他也没有交给市政府，所以最近义花园那个案子前面不是要有个逐层建设，后面还有个逐层建设，那就因为他整个现在因为市政府也非常重视那边自来水的问题，所以最近义花园的自来水的问题大家解决，就是说他后面建了一个水塔，那可是他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个道路的产权还是没有解决，因为这个道路的产权目前是属于私人所有，那我们市政府一直没有接管这一块，那市政府现在也议说要怎么去接管这一块，如果说只要是产权能够解决的话，市政府后续的包括人行道包括路灯的部分我们都可以进去维修进去试做以上。谢谢秘书长，因为当初你是公务处长，你今天这个回答老实讲难以服众，因为你们基隆市政府本身自己主持的这个会议啊，还发给你们的下属单位安乐区公所，也发给里办公处，上面写得很清楚，纳入本府道路养护及交通管理范围，你们都已经纳入了呢，这不应该再说什么产权的问题了吗？你如果说后面的私设道路我们等一下再来讨论，但是单单这个地方做个人行道有那么难吗？装几盏路灯有那么难吗？那么多的学童，那么多的学那么多的行人在走，而且有一个斜坡，能不能给我好一点的答复？部分哦，会后我们来研究一下，因为我跟于员报告一下，乐利二街，乐利二街就是我们现在要往国家新城那个案子，我们一直跟一个地主在修过，因为我们其实这个部分虽然是它有公共第一权，可是。自来水公司当初为什么比如说纵观台北这边一直不接，它就是因为虽然我有公共地益权，可是我在使用的时候会涉及到使用费的问题，那这个部分我想会我可以跟这个议员再好我们再可以沟通讨论，那这一块如果可以纳进来的话，我想我们真的很愿意把它纳进来，好，那涉及到一些使用费还有一些产权的问题，要与不要的问题而已啦，老是讲说那个水因为什么问题什么问题，你看逐层建设，现在为了要落成，为了要开始交屋，他都可以接一条从御花园这种御花园接到逐层的，这个都可以破解的，为什么你们小小一个人行道破解不了？还有，壮观地区这个地方哈，我想应该大家都很关心了，我想市长你们也都很无奈，很想去做了。我想虽然它是所有权人是私人地的，但是它已经公共使用，里面有卡到消防安全公共安全，那现在去年还有在那个警方还可以去做交通取缔违规的这些动作，当时的停车违停问题还算控管得不错，但莫名其妙你们忽然来，好像是我们教育处发的文吧，已经发给警察局派出所说，这个地方属于私人地方，不能够去取缔。所以去年还有在取缔，今年开始已经没有在取缔，现在违停就非常严重。我想请问一下哈，我们道路管理处罚条例的哈，这个里面哈第三条的第一项第一款哈。
道路指的就是什么道路啊，街道、巷道啦、啊、广场、骑楼、走廊或公众通行的地方。那么这个地方能不能有什么方法去维护它的交通安全，尤其是公共消防安全？你看消防栓外靠公车站牌顶头，大拢停啊，因为呢，因为警察局已经很明确收到你们的公文，也很明确的回复给区公所、给里民，因为交旅处发文来叫我们不可以上去告发啊，所以现在无法无天啊，无人管啊，虽然我没听啊，居民叫苦连天啊，网络骂翻了啊。处长，这个事情回答一下好不好？你跟议处报告好，我们以我的认知，我们不太可能会去指导警方说哪里可以取缔，哪里可以取缔。我们会做主的是说这个地方可不可以画红线，禁停的部分。那这个部分也是就是跟刚才公路处一样，就是因为它这个道路的认定，上游的它如果不是道路的认定的时候，那我们去画这些交通作为就会有问题，主要是在这边。但是取缔的话，我个人认为是，道路交通处罚条例来讲呢，它有消防栓在那边，应该是可以做的动作，跟它有没有红线应该是没有关系。好，那么这一点呢，我想还要麻烦我们局长哈，我们是不是说可以大家研议一下，针对壮观台北这个社区哈，壮观你这个地方，当然我们不希望说民众被开红单了，不过我们希望是不是可以适度的做取缔，让这个地方违停的事情，尤其消防栓、公车站牌停得一塌糊涂，然后老实讲了，决定我不瞒你说了。在脸书上面，在网络上面，也把你骂翻了，因为我被骂在内了。你提啊这票的人结果，连个交通违停你们都管不了，都做不了，哦，好不好？那这个是有卡到你们说所谓私人土地问题，所以才会有这个困扰，这个还有待讨论。但是有一件事情我就觉得很纳闷，民众多次。老实讲，我相信一定多次。为什么？我三天两头都看到他们在脸书说，今天又打电话，结局又没有用了。环保局长，壮观里这个地方，经常性的在晚上有人打电话检举吧？1999跟你们的2465115这个电话，有没有做记录？是不是经常有人打电话检举？晚上有人在燃烧，好像是燃线，味道非常的重。有没有这个事情？报告议员，那个之前有接到一连串的陈情啊，然后有很多种的一个味道，所以我们也有稽查到有人乱烧了。对，这边跟议员做简单说明。好，请坐。我告诉你，民众把环保局骂翻了。为什么？民众都知道。那个铁桶放在那个地方在烧，民众每天晚上都会闻得到，就是环保的稽查闻不到，很奇怪。民众已经抱怨到说想搬走了，因为晚上都不敢开窗户啊，几乎每天晚上都会闻到臭味，经常性的在烧，检举没有用，甚至于没有来。这个事情真的。你跟里长联系一下好不好？我今天不再多占用时间，我希望你跟里长联系一下，怎么样解决这个每天晚上有人在偷烧缆线的味道，怎么样解决？我们不要浪费太多时间在这个在这个议题上面，这种小事情啊，照讲不应该等到这个时候来谈，应该电话中一谈怎么应该解决了嘛。可是民众说他已经讲了2年了啦，就是你们稽查人员搞不清楚，民众都清楚，很奇怪的。甚至民众气到来跟我检举，说你们有干部在外面兼差啊，这个你自己注意啊，我就不想多说。秘书长，来今晚我列代志啊，不好意思，因为当初那时你是公务处长嘛，当初
跟那边在谈的时候有谈到哈，有协商到，总共承诺说有137盏的路灯要做嘛。可是后来据我所知啊哈，跟他做戏怕料就停下来了。啊，可不可能再继续？当初所承诺那个137盏的路灯，可不可能再继续？我想这个部分呢，有关于那边的路灯，确实之前因为我们有定了一个路灯的，就是因为之前是因为公共设施的部分，它非属就是公共空间嘛。那后来我们有定了一个办法，我想这个会我马上去查一下。就是我们之前我记得市长也有特别交办说那个地方有些路灯要纳入的，那这个会我马上查一下。好好，麻烦你哈、哦。好，时间上的关系哈、哦，我想还有一个。壮观旅很重要的哈，壮观旅这十大社区，我想市长你很关心他们的用水问题，有没有也做过协商，做过努力过了，但是还有一个事情一直没有解决。1997年的时候，已经达成共识，已经叫这些住户你们自己把分表装好，我们再跟你接管嘛，对不对？那时候，他们这些社区都各自花了不少钱，花了好几百万。已经把这个水表都装好了，这十大社区现在已经十四大社区了，当初的十大社区都装好了，可是目前都还没有接管。问题在哪里？当初讲好的，好，假设如果是操作年费，那么是不是我们可以帮忙做协商，请在水公司怎么样去做分期，或是说水征收，还是怎么样？总是要有人出面来主导吧，你让社区民众每一栋每一栋自己去画爬拉链，永远不可能成功嘛，是不是？请市长你再移驾一下，再帮忙把他们这个再协商好。上次你的一个协商，居民对你鼓掌叫好，漏水问题解决了，可是那是短暂。但是我希望你拿出你那种魄力跟你的那个热忱，再来一次解决。我们分表都装好了，花了那么多钱都装好了，为什么你不把我接管？现在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啊，御花园都可以一管二卖了。他原本说你们跟我买房子，我这条水管是做给你们专属的，产权是你们的，啊，后来又可以卖给后面的主城建设。哎，奇怪了，这个都能过，既然这都能过，那是不是请他来当我们的什么一个重要的局处长？搞不好他就可以把壮观的事情解决了。好不好？好了，这些事情我们暂时谈到这里了哈。接下来我想市长哈，目前有一点疑虑想跟你讨论。建港130周年，我想可能我要先澄清一下哈。当初全数删除建港130周年这个预算，绝对不是站在反对立场。我想我们议会包括当初议长也有明白表示，我们是不希望港务公司把你当税海，把我们基隆当税海。你看对我们基隆只有破坏，几乎没什么建设。当然现在跟你有什么互动，你们将来有什么愿景，我们姑且不论哈。可是我现在想要问的，已经都把预算删掉了，没有这个科目了，已经没有所谓的建港130周年这个活动。为什么外界这么多人在说？怎么到处都看到一些文宣品都写的“建港130周年”？是的，我请问，讲句比较酸的话，预算都删到零了，你还能够变出那么多的活动出来，那么多的广告出来？如果我们姑且不论其他的，我只想说，在零预算的情况之下，你能够做这么多事情，那是不是以后我们的预算通通删了？你很快就可以把基隆市欠人家的钱统统还光了，因为你自然能够变钱出来。老实讲了，我们对广告公司真的是很不能接受。破坏咱家人，结果对咱家人无什么帮助啊？为什么一直要花钱去帮他们庆祝建港130周年？我知道那天你有解释过了，你有你的考量，所以我们不用花这个时间谈这个。只是说，面对广告公司，我们希望做牛后盾，所以才把这个200万这个预算删掉。平常心讲，我也蛮期待6月好像是25号吧，这个嘉年华会。我知道你也是东挪一点预算，西挪一点预算，好不容易挪出这个一些经费
来去完成你的一些梦想，你的目标。我知道你也急得很辛苦，但是我们对这个活动来讲，我很期待的哈。据说还有很多活动，我们也是乐观其成，希望你办得很好。只是我觉得纳闷，没有预算你怎么能够这样办？据说啦，你是在每一个活动当中都会挤一些预算出来，来去做推广，不然这个 logo 怎么印？这些字体怎么印？这些活动怎么推广？那我想请问你，这样会把其他的预算排挤掉了吗？就像说，好像我们说是从什么活动的经费去挪出来的。港务公司有配我们经费吗？那市长，我给你一分钟时间，你简单扼要回答建港130周年目前大家所有的疑问，好不好？好，谢谢云议员。那个，我想这个问题其实非常简单哈。之前市政总报告的时候我也说明过哈，这个建港130周年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议题。那当初这个是议会删除的，是有一笔200万的这个晚会的一个预算哈，活动的预算。我想这是那部分。那个时候其实宋议长其实也有提到，这个是等于是要对港务公司有一点这个表达一个抗议之意哈。不过我想建港130周年对基隆市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也非常重要的一个宣传的一个点哈。所以其实相关的所有的活动我在之前也有报告过，其实都是我们本来都在办，但是透过这个议题，透过这个平台，我们把它变成是一个有一个主题，而且扩大来办理。好，我想并不是说没有预算然后去挪预算来办理其实上是利用这个议题。想做以上的一个补充，谢谢。好，我时间不够用哈，所以最后我简单的再带过几个哈。第一个就是我在这边提醒我们应该是民政处吧哈，我们安乐区我服务的区域里面，我看到哈某些里面大会堂完全没有那个无障碍设施哈。我首先举例，就是甘蔗里的李明会堂，哦，美轮美奂又新，可是不知道当初怎么设计的，竟然没有无障碍空间，所以要上去，要爬楼梯上去，造成很多需要的人曾经做过很多抱怨，我希望这一点请你们费心一下，好不好？哦，再来福禄的事件，我想我今天时间不够，我也不想多谈只是提醒市长还是一样啊，因为这一次平心而论，你很用心要做没有错，可是不论在募款、预算规划或是办理模式跟时机，老实讲确实有很多瑕疵需要改进。当然第一次办我们还是要给你一个再改进的空间不过我再强调一次，我个人的建议你既然会想到说把他们的主灯拿过来，但是这个空开心这样卖开个700-800万太多了啦，我可以建议你我们的中原祭不够热闹，你这个 idea 也不错，你可以告诉这些，尤其你们现在绿色执政这么多市长嘛，你告诉他们主灯都留下来，直到中原祭，我把各县市所有的主灯通通拿到基隆来，你们全台湾的人到基隆就可以把全台湾所有县市的主灯一次看完，这是我们行销我们中原祭，要不然中原祭黑康 AM 急修修的，让大家笨手轻脚的造谣，对基隆有帮助吗？没有。所以我希望借由福禄这件事件，我帮你建做这个建议了哈，把它收集过来嘛，让基隆的中原祭特别有特色。但是莫开要解气了，给他刷解气，开心把我玩我很少发言，就是希望让你们自由发挥，让你们好好有挥洒的空间了哈。那么好，针对那个政捷跟小灯泡的事件，我们这两天都有谈过的，校园的这个毒品案件跟那个精神这个疾病这方面的，我们都今天不多说。但是我想建议我本来有民间募资准备要做了，可是我觉得应该我们这个不是很大的预算，是不是我们可以编列是不是说我们现在学校都是缺乏这个心理咨询师？如果我们在校园里面就把政捷这种倾向的人早就把他做辅导做治疗，我想以后救了一个算一个，我们的社会的这种危机就会减少很多。所以希望市长你重视这一块，
编点预算，让学校增列一个心理咨询师，让学校把这些需要心理咨询这些有这种不当倾向的这些学生可以做心理辅导。如果真的没办法，民间我们再来募资，我这边有人在提起，好不好？啊、哦，还有我之前提过的哈，稻伦工业区现在在朝观光工厂发展，那据说这个沥青厂正在申请当中。老实讲，那如果符合相关法规的话，真的我们也是很头痛。不过市政府我希望一定要严格把关，不能让污染源再度进入我们的工业区，绝对要严格把关。好、哦，尤其我们现在正在发展观光工厂，好、哦，希望这一点要严格把关。好，时间上的问题啊、哦，所以本席今天的咨询，到这里暂告一段落。谢谢各位局处所长，以及我们市长，还有我们的副议长，以及各位媒体小姐先生啊、哦，谢谢大家，谢谢。好，时间到。休息十分钟。
请就座。接下来这一个小时是我们生技员、生医员的施政总质询，现在开始计时。谢谢，谢谢副议长，我们本会的叶秘书长以及我们林市长、李秘书长、各局处的各局处长以及新闻媒体的好朋友，大家好。首先，我要先恭喜我们林市长。今天打开报纸一看的时候，看到我们林市长已经摆脱吊车尾，永升第15名。那我相信我们林市长所领导的各局处长对这个成绩，我想大家都是很满意。那本席在这边给予肯定，我相信只要是为我们基隆好，包括我们副议长、我们议长，一定是全力来支持，不分任何党派。谢谢。再来，我要请教我们林市长，针对南农市场。南农市场这个闲置的空地在那么久了，然后这些摊商也没办法再营业了。到现在，我记得我咨询的时候有说过，第一次有说过，到现在只剩下6摊的差不多鸡贩在那边营业。现在杀鸡也不能杀了，都要送台北的屠宰场，所以那边只剩下杀好的来这边做一些再分散出去。所以针对南农市场这个空地啊，本席在这边有一个建议，建议我们林市长，因为当初的时候这些业者来找过我，然后我们也跟林市长见过面，然后市长也差不多对我这个建议啊，他也所接纳了。那我在这次质询的时候，我再说出来一次，针对这个南农市场荒废那么久了，那本席啊在这边建议我们基隆市政府，是不是现在我们基隆市最大的问题是停车的问题？我想一位难求嘛，是不是要停一部要停车子很难嘛？然后停车场的建盖也是我们最大的问题，要去哪里找这个腹地？然后南农市场，我记得他们当初是不是住这种？当初应该去的时候应该开机嘛，现在钢骨啊拢真用。啊，如果未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利用这些钢骨，再把它盖成立体的停车场，这样是不是第一点也可以解决停车的问题嘛？然后这些摊商怎么办？建议我们市场嘛，是我们市长还是我们的采妈处辅导他们转型卖个美菜啊，做一些黄昏小吃啊，是做一些啥是袂歹。因为你若盖成立体停车场来讲的时阵，一站一站的时候，你一站给因嘛，是不是？即摆差不多百七打嘛，扣掉卖鸡20几打的时阵，佫剩几打？150几打尔，150几也无一定全部买不起啊，对不对，市长？当初他们有说不一定全部会进去，但是最少你要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如果他150几单剩下70几单进去的时候，在一层楼给他们做一个小吃的，然后把他的一些产事业来转型的话，哎，停车的问题解决了，这些摊贩也解决了。啊，卖鸡苗虫，市长，你听好清楚，卖鸡苗虫，卖鸡，我建议你啊，甲刷个韭菜市场去啊。卖鸡剩20几单啦，凡是真正你杀啊，真正你卖啦，剩差不多10几单尔啦，对不对？市场后壁遐啦，空地也会使啦，是不是？市长，对不对？卖鸡你甲辅导去嘛，这现在免杀啊嘛。只要有所在，他分流分散出去就好啊，是不是？伊是变一个分货区，也才用起冰库，也才用卖。所以啊，在这边啊，我也是建议我们林市长以及我们处长，尽量朝这个方向，一减二库啦，无拉减四库，拢解决起来啊。停车啦、摊贩啦、菜价啦，拢解决起来啊。不然我们市长在选举的时候啊，也曾经给他们很大的承诺啊，大家对市长的期待也是很大啊。包括那个陈理事长也把搞讲啊，右仓啊，右仓来，右仓对，动作自己的，你个叫，你知不知道？所以市长，这个大家对你的期待很大，这个是你一个很好的政绩嘞，这个以后都是记在你的头上嘞，哎，不是在我的头上，在你的头上嘞，对不对？你未来连任的也是他们也有一票在手上嘞，所以哦，本席在这边建议我们林市长，对于这一点的话哦，市长要加把劲，产发处也好，那个督发处也好，交理处也好，相关单位加把劲，看这块地怎样去把它结合起来，好不好？好不好，市长？好不好？哦。另外，我想本席啊，哦，在这边对成功路桥下，从本席啊，哦，第一次当选议员的时候，
第一次质询的时候就曾经问过我们市长，我记得林市长在103年12月25号的时候，你就职以后就下令说要把成功市场，成功桥下和平来迁移，有没有？当初这些摊贩也是一直拜托你红北干农历过年后，但是我们基隆市政府是说很强硬啦，也不协商的啦，反正就是签的啦。那当初签的时候，大家也是一直在期待这个成功路桥下从到现在一点进展都没有。我记得我第一次质询的时候还一直在问我们理事长，你说要把它发展什么什么什么狮球公园炮台的蓝带啦，有的没有，哇，说的一嘴，我真的是，对不对？然后在第二次的市政总质询的时候，市长一样啊，我就跟你讲过了，第二次的时候啊，你说哦，你都一字都不提啊，成功桥下你就不提了，就算了。这一次更厉害，哇，本席看到吓一跳，市长的头脑还是我们就是谁写的头脑亮。如果成功桥下如果砸没力啊，成功路桥下这次的市政报告如果砸没力啊，成功路桥下摊贩迁移如果砸没力，不来啊。我每次质询啊，说到这个心都在痛啊。为什么在痛？为那些摊贩在痛。当初是我们这样子强硬把它讲的，因为每个农历过年后立马乖，结果那个坑底下下里啊，嘛是阴影的啊。待会啊哦，要请我们督挖处啊，督挖处，待会啊哦，你要好好的跟我解释一下，上媒体的需要报告一下，很多人在看，为什么成功路桥下到现在还搁置在那边？你有什么作为在那边？要跟我们讲，对不对？当初林市长下令把这些摊贩强制，不是和平，很无奈就迁走了。我还以为说下面会发展的怎样都怎样，结果呢？待会督察处长你要回答一下，为什么到现在还是一样黑黑暗暗的，对不对？是哪里出了问题？对不对？现在中央执政也是我们市长，是我们蔡总统的红人，要资源，要补助款。我想是没什么问题的啦，是不是？待会处长你回答一下，你短暂的回答一下。成功市场的话，你成功桥下那个空地，你要怎么样去做规划？你大概回答一下。好，谢谢一桌的那个催询。第一件事情，成功路桥的这个部分下面的工程的规划设计，现在由那个区公所在做。好，然后因为它未来规划主要是空间跟一些体建设施的部分。然后目前现在碰到的问题，其实是大家都知道底下有那个台电的变电箱，现在在谈是台电变电箱移置的地方的会勘，一旦会勘决定了，工程就会进入工程去做。那除此之外，那个刚刚讲狮球岭炮台，这刚才前面那个案子是争取中央的城乡新风貌的钱，另外一个部分是原有教育处的人本的钱，现在由督发处在规划这谈狮球岭这个跟成功国小跟国民运动厅未来这个蓝带的整体的未来的所谓以校园为中心的发展的一个计划。那计划的第一期在高速公路下的一些蓝带的重整跟绿带的重整这部分，那个秘书长协助开会已经做的到案的第一步了，然后现在正在做细部设计，那未来细部设计一完成的话，今年度就会用公务出来做施工。那第二期的工程是在国民东东西那个周遭的这个部分，那这个部分我们现在争取是明年度的城乡风貌来去做第二步的工程，那陆续就会这样做。同时为了谈校园这个整体规划的这个部分的活动跟校园跟居民跟未来的国民运动中心的运动这些人的这个地区的新的生活的氛围的部分，我们也有一个软性的活动陆续在推动，每个礼拜六都有相关的活动。然后这部分有些活动都的那个居民跟学生跟小学的学生跟老师都积极来做参与，让以上做报告。处长，那你有没有向中央申请补助？申请了几条？跟议员报告哈，第一个是区公所这一个部分是 A 加 B 的钱，然后再来是人本的部，这600万嘛？是，那再来600万你要发包才有呢。已经发包了，发包了。区公所那已经发包了。那个详细部分，那个原来的不详细部分，就是刚刚讲的是那变电箱的这部分整治一完之后，就可以做进施工的作业。我想啊，督察处长，你要做没关系，你要加把劲啊，
你要加把劲啊，你不加把劲的话，一个起就闹鬼了。你知不知道？这个关于成功桥下这个闲置这个空间啊，我已经讲了好几次了、啊，每次都在讲，每次都在讲。每次盖的话，铁道工我们今早间来给你提起，我拢是时间嘞，我讲你来提起，对不对？你要做嘛，对不对？那我在这边建议你啦，好不好？我建议你啦，你要将成功路桥下啦，这个闲置的空间啊，包括成功国小你现在在推的啊，什么通学步道，是不是？包括国民运动中心啊，我们市长任期内要完成的国民运动中心啊，哦，以及啊我周遭的人行道啊，以及旧国党旁边停车场的布，以及啊成功市场啊做整体的、啊、结合啦，对不对？一定要与什么与那个狮球岭炮台公园来做全面大全面性的大范围的景观来绿化啦。这个工程啊，我在这边我提醒你啊，要朝这个方向走啦，处长要朝这个方向走啦。但是你真的要加把劲，不要说下一次我在第几位还是再提出来，啊你都没意思啊，对不对？是不是？对，我们的时间都是宝贵的啊，你不能说我们每次来这边讲一讲，下去大家都忘记了，对不对？这个要负责任呢，是不是？是要负责任。对啊，所以我希望啊，哦，我们督察处也好，哦，我们相关单位也好，对于啊，哦，我们一直，因为我们常在基层走，听到的声音很多，一直在提醒你们这个要做，因为这个已经太久了。叫固啊啦！现在你讲用啊嘞，用一样我说的纽泽西用一用啦，然后两只什么钢筋啊，再把它串一串呐，啊，你都围起来啊，是不是？是不是这样子？对不对？然后这个 LED 点会倒去趴，哦哦啊嘞，都完好啦，啊你有准轨啊，交代不过，对不对？这个交代不过，当初这个成功桥下这些摊贩移走的时候。你知道基隆市有多少的人，多少的摊贩在心里在淌血，在伤心，但是基隆市民在网上在云端为我们市长在加油，他以为说下面会有很大的变化，结果到现在还是一样，都没有改变，对不对？所以在这边呢、啊，我请我们督发处啊，要加把劲啊，希望啊吼，下一次的大会啊，能够有好的报告上来，好不好？处长，啊，你要加油诶！某一点定头，你要加油啦，哦。然后针对我们教育处，针对国民运动中心呐、啊，我们市长在报纸上有说了，他说将在十月底啊，要试营运呐。那也据了解啊，内部啊仍有很多措施要改善。那我想啊，国民运动中心是基隆市唯一的一座国民运动中心，也是第一座。那我也希望说，在这些国民中心能够在我们理事长的任期内，真的可以啊完工，提供我们基隆市的市民来使用，对不对？我上次定期会我讲过，但是大会我讲过，我有提醒市长，有个监委啊叫包中和的、啊，他有说过了。不要让我们的国民中心、啊、成为文字馆了、啊，伊袂使安看衰啦，市长，咱爱加油，咱也要成为文字馆，伊袂使安看衰，你知道吗？对不对？所以啊哦，在这边呢、啊、哦，待会请我们教育处处长陈处长，你报告一下，国民运动中心十月会不会试营运？跟议座报告哈，这个案其实是在目前都正在进行。出院的复验的程序，好，出院复验程序，验收 OK。那我们整个六月就是督发那个什么，那个公务处这边也承诺，就是在六月就会完成所有的验收点交。那、我们这样初步大概是八月，最晚在八或九月一定可以就是进行那个试营运。那我们很希望，就是因为其实我们在前端已经有做界面的一个衔接了，就是我们的 OT 厂商跟我们的施工的厂商。那在中间的一些界面衔接，其实在整个过程中都已经有做 overlapping 的一个讨论了哈，所以这一块看起来目前是没问题。那只要整个工程真的是确实能够在六月完成这个验收点交的话，那市长当初承诺这一个启程应该
是可以执行。那我们目前其实也跟公务处就是随时就是不管是在复验或者是在整个施工程序过程中，我们随时也都在督责。这个报纸都是很大张在说，十月哦，大家都拭目以待哦。这个哦，市长十月要试营运啊，对不对？哎，你讲的吧，你讲的哦，哦，你要讲一下哦，好啊，市长，我你讲一下。好，谢谢，谢谢曾议员的指教，我想大家很关心呢、啊。那这个案子呢，因为在之前临时会，其实议会也有去看过哈，然后有一些缺失，所以后来我去这个现勘的时候，我做的一个指示就是说，这个没有把所有的缺失这个改善，然后用最高最严格的一个要求来这个做最后的一个验收跟检视的话我们不会轻易的来开始来营运。我想我是这样子说，所以现在因为公务处正在进行相关的一个验收的一个程序，所以我也还是再次重申跟强调，这个没有用最要，就是说我们要用最严格以及最高的一个品质来要求这个工程的承商来完成这个工程。那也唯有做到这样子，我们后续才会正式的完成验收，然后点交给这个教育处来做后续的一个营运的一个动作，所以我想这个是前提，我必须在这边再次补充跟强调。谢谢，谢市长。那这样子说，如果没有达到你的满意度的话，十月也是不可能再营运的。我想任何的一个建设跟工程，我想品质的要求是最重要的。那特别因为这个案子在张前市长的时候进行规划，然后这个工程进行发包哈，所以说实在当初用这么少的一个经费，我其实也非常的担心它是不是能够符合我们市民的一个需要，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要求一定要用最高的一个品质来要求的一个原因。那希望说不要这个这个完成点交之后，结果营运。那结果市民大家不满意啊，我想这个就会失去当初设置或者建设这个国民运动中心的一个原意啊，所以我们是用这样子的一个标准在做要求，希望做到这个最好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要求跟品质。好，谢谢市长。我市长要请问一下，那至于说你说一些你不满意的设备要打掉，是不是打掉再重建？那这经费呢？还是修修补补就好了。我想这部分无关乎经费哈，就是因为这个本来就是在工程里面，我们对工程的一个要求。那如果他做不好，我们不希望他修修补补，特别是因为下面还有这个所谓的游泳池啊等等，因为这还有有所谓的水的一个问题，所以我对我们公务处同的要求是说，该打掉的，好重做，就应该用打掉重做的方式来处理。不要用补的，因为现在我们还没有完成验收，也还没有验收完毕，所以该不要用修修补补的方式去做，因为这样子我想不一定能够把问题真的把它解决，所以我想这是我们的一个坚持。谢谢，谢谢市长。市长，我这样我想啊，国民运动中心啊，它本来原有的营造厂商啊，后来是不是之前的厂商倒闭的嘛，对不对？因为经营不善所以倒闭的，他是不是有一条履约的保证金啊？有没有没收吗？有没有财主单位啊？有没有？是不是有没有？他应该有一条履约的保证金嘛，差不多2000多万嘛。他那个假如是跟我们中途解约的话，假如我们一般都会去没收他的履约保证金，对，会没收。那这笔钱呢？怎么做什么用？这笔钱的话，我们会先缴回事故，跟后变作看后续的话，这笔钱是新的厂商要去，因为后面的所有的那些工程，新的厂商都要盖瓜承受，变作后续那些整个保护的问题的话，我们还会再去进一步的去理清。这笔钱缴回那里，缴回会缴回事故，这笔钱要不要缴到中央？
只要有中央的补助款的话，就会按那个比例的。国民中心有中央补助款啊？有那个体育署的补助款。有没有？多少？九两亿。中央补助两亿，然后我们出一亿。被奖。三分之一。啊。所以你把钱缴下来，对，会按照比例的部分。对，按照比例，你也是要把这些。对，完工结算之后会按照比例的部分。要缴回去嘛？啊，其余的在做不足，像那个国民中心，如果其余又完工以后还有不足的，再用这些经费下去补足那些软体的设备，可以吗？后续应该就是 OT 厂商要进去里面。哦，哦，对吧？秘书长比较懂。谢谢主席，我想因为这个案子哦是之前大概我在任内的时候，在公务处任内的时候来办的，那目前是中央补助两亿，那我们自筹一亿啦。那我想这个后续的部分，我们现在跟里约厂商原来的厂商的部分呢，还有一些里约争议在打官司，那我们甚至会要求，就是说会要求他有一些罚款的部分要再缴进来。那至于跟中央结算的部分呢，这个部分我们会跟中央理清，因为中央当初给我们的两亿呢，我们是不是要在两亿里面，那先去把它核销掉？因为中央补助给我们只有两亿嘛，村内其他该给它自筹。那这个部分我们会跟中央理清，我们当然会尽量是希望说，把中央的两亿的部分先把它这个用完以后，那自筹的部分不足的部分我们再自筹。那这个部分我想，我们一定会把这个基隆市政府最大的利益哦为考量来做处理。以上。我在这边啊，为什么要提这个？履约保证金没收了，我是要提醒我们基隆市政府啊，尽量啊，尽量啦，中央的钱先开啦，咱的钱来省也先省起来啦，像秘书长对我讲的对啊，先开一下啦，无搞咱再来开啦，对不对？我相信啊哦，国民运动中心啊，是现在哦失求无理啊，所有的啊这些市民啊很期待啊，非常非常的期待啊，期待它的完工。然后大家来使用，我相信这样休闲运动啊，是啊哦，在这个城市里面啊，是一些城市里面的住民啊，非常非常需要的、啊，非常需要，因为垂波说在哪运动啊嘛，好不容易啊哦，给两期有一个国民运动中心啊，结果啊，一二三啊，一波三折也好，一波五折也好，一直延一直延，工期一直延一直延，对不对？然后我那时候我一直提醒林市长，我就看到十月底就试营运，怀疑几年啦，对不对？所以啊、哦，本席啊、哦，在这边呢、啊，真的啊，要提醒我们林市长以及市府团队啊，对于国民运动中心啊，也是要加把劲啊，不要每次啊，我们都提出来、啊，对不对？啊、市长，你这次也都没怎么提到啊，是请你列市政报告来对嘛？是我们没讲国民运动中心，虽然啊。这不是咱们你的任期内，第一你的任期内啊，发包出去啊。但是啊，咱们你的任期内啊完成啊，我跟你讲，那嘛是你记忆力他定啊，也是你的德政啊，对不对？市长，你既然是一市之长，你要盖瓜全受啊，你别再分季节人家做嘛，拢是你的啊，是不是？市长，全部的责任大家都看你啊，是不是？对不对？所以本席希望啊，国民中心啊，大家要加把劲啊，对不对？希望哦，十月份啊，我们一起去那边啊，市长，你在剪彩啊，哦，好不好？那我针对我们教育处市府啊，去年啊，应该有花了大笔的预算啊，充实那个学校的那个资讯的设备，有吗？哈、哦，有没有？包含了一大批的什么55寸的一些大电视，是不是？根据本席啊的了解啊，目前学校、啊、使用率很低啊。哦，为什么很低？我待会跟你讲。学校方面呢、啊，是因为啊没有新的软体啊，对不对？学生啊只能偶尔在里面吹吹冷气，看看电视、啊，看看卡通啊，对不对？这样子，我们基隆市政府一些媒体啊变媒体了，发霉的霉啊，是不是？那处长。你回应一下，为什么没意变没意？大家评价不是很好呢？看卡通尔，我用刀看卖晒啊。跟议座报告哈，其实这个从去年跟今年，我们确实在慢慢数位化部分，各校都已经有把这个
刚刚讲的这个大型的这个电视都已经建置完毕。那其实因为根源是因为以前是用那个 project， 就是那个投影的那个设备，那那个每次都造成了一个投影的那个灯泡只要坏掉的话，那既然找不到钱，甚至是很不容易就买到哈，所以常常会就是会有断炊的一个现象，所以才会希望是有这样慢慢数位化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政策出来。那这两年我们其实也私底下有去几个学校去了解，有些学校确实用得非常好，那只有少数的学校就是第一个有可能我们也去了解，是因为有些学校的老师他不习惯，因为我们是放在那个就是白板等于是黑板的那个两边呐、啊，那他们就很习惯说，那假设用投影机就这样投射就在黑板的正中间，所以他们的习惯还没办法改变，这是一个。然后第二个就是用电脑，有些学校老师他还不适应去用那一台电脑，甚至我们曾经就是无形中默默去了解那个学校的运作的时候，才发现那有的老师真的是可能也很少去摸电脑，所以那一台电脑就冰冻在那个地方啊，这是第二个。那第三个，刚刚在讲到软体的部分，我们也有看到这个现象，所以我们为什么立即现在开始，我们也跟 Microsoft 开始要引进他们的那个未来学校，就是先给我们示范三个学校，他们未来那个 SWE 跟那个口度那个系统都会逐渐未来在基隆市是可以免费使用。那就是我们也跟资策会还有跟华硕也在谈，我们也希望未来就是如果基隆市要有机会可以做智慧教育的话，我们会把很多就是商家如果愿意 support 给我们免费可以使用的系统，我们可能都会就是会提供给我们的老师。那希望在教学多元化部分可以有多一些系统，或者是多一些不同的教学方法，可以给我们孩子的这样一个学习。那这两年的一个执行过程中，我刚才提到系统的部分，我们邀集了校长跟就校园长跟老师跟教务主任他们来，比如说我们在介绍有一些软体的时候，他们其实也蛮能够接受，他们会认为原来有这样的系统是可以隔空就可以教学，甚至是可以互动式的教学，那甚至要学习共同体也可以用这样的一个软体就可以做到学习共同体，甚至学生缴交作业也是可以用这样的一个软体就可以缴交作业，所以是非常有趣。但因为基隆市真的是发展稍微晚一些些，所以我们现在正很努力在推动这一块。那也很希望从学校的每一位老师开始建制他们有一个资讯教育这样的一个概念之后，那慢慢未来能够把基隆市的智慧学校能够建构起来。以上。处长，我这边呢建议我们教育处啊，你应该积极啊来规划充实啊新的软体，对不对？你应该是这样子来提供这个学生跟师生来利用啊，是不是？利用这个多媒体来学习嘛，才有这个嘛，对不对？然后这样子才不会浪费啊市长啊对于啊学童的啊求学啊的期望。但是经费呢从哪里来？是吧？经费耶，因为中央透。李主任，你讲到重点哈，我们现在其实只要不够钱，都是跟教育部要的。你别跟我讲啊多啦，你浪费时间哩。经费你要透较重要啦，是不是？这是重点啦，对不对？你大概要跟我们报告一下，你大概要往哪个方向去筹措这些经费？不是在这边讲一讲，回去的时候还是看卡通，是不是？哦。跟一桌报告哈，确实，我们用数位化的教学是需要经费的。那以我们目前，这两年，未来市长为什么承诺说，每一个学校至少都要一间，就是所谓的这个智慧创客教室。那所谓的智慧教室就是各种软体其实都可以用的，应该怎么说？啊？都要吗？对对对，都可以，它其实都可以。那只是我们希望在这个智慧教室里面再加一个 maker。加一个创客，让学生除了有数位学习之外，更可以去动手做，所以是非常好的一个美意。那但是这个东西都是需要寻求资源。好，那首先要寻求资源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先让我们所谓的基础建设，就是我们所谓的宽频要先够，那你这个数位媒体这样才不会常常在累。那在宽频的部分，基隆市真的很用心，因为我们跟资科司教育部资科司要到了一笔钱，是22个县市里面只有基隆市有。
他们是为了真的是为了基隆市的这个积极度，所以特别给了他一笔钱。所以目前22个县市里面，只有基隆市的宽频今年年底会是22个县市里面最就是容量是最够的，而且速度是最好的。那就是说这个建制完之后，我们接着就是我刚刚在讲，你数位媒体这些系统进来的时候就不会老是在教学上产生 lag。 可是数位媒体的教学它有非常多种系统，多种系统。那我们现在有一种叫 open resource 的意思，就是编辑是不用钱的部分。那我们现在就先第一个就是我刚才讲，我找 Microsoft 的，找那个华硕跟找资策会，他们甚至是广达，他们都开始在参与了。那未来如果就是这些系统还不足以因应的时候，我们希望其实是很多系统都可以用，都是用 open resource 的这个概念。那我才刚才会提到说，很希望基隆能够有智慧教育的智慧学校的这样一个未来的一个梦境能够实现。那这个事情我们现在正在努力中，我们很希望教育部能够看到基隆的努力。谢谢陈处长啊，对于教育啊非常的努力，到时候真的是像我说的啊，旱季了，像在梅雨，在梅雨季的时候，梅雨也是开始在，对不对？梅雨季也是乱七八糟，有时候要下，有时候不下，对不对？下的雨量不够，还不足以，可以续下来的时候怎么办？我们要用水在哪里？在哪里用？对不对？所以关于这个水的问题啊，本席啊希望我们市长要想清楚一点，看怎样去解决这个问题。还没发生之前，你就把配套措施拿出来，对不对？为了你啊，全力啊发展啊基隆市啊，成为那个东亚国际邮轮的营运中心啊，这个问题啊，你要放在第一啊。我跟你讲啊，船那边啊，就是你补给水的啦，一定要补给水啦。他在这边不补给水，他要补给什么？就油嘛、水嘛、民生用品嘛，是不是？对不对？是不是？邮轮停在这边啊，说真的啦，对我们啊也没有太大的好处啦，好到港务公司啊，是不是？对不对？空气污染排给我们啊，真的啦，你都想不到，对不对？那本席啊也在这边啊建议我们林市长，既然啊港务公司啊和你后谈啊，干脆啊你要帮我们基隆市啊向中央啊争取啊，他积欠我们的港捐啊，对不对？把它争取回来，对不对？港捐把它争取回来啊，对不对？他如果不给你的话，你可以带头来去给他抗议，他积欠我们的要回来，是不是？邮轮一直靠，对他是港务公司最大的利益啊，最大的赢家就是他们啊，不是我们啊，是不是？市长，你抓头啊，咱敢抗议，你看他欠人家的港捐，敢套上来，是不是？我相信啊，你也抓头啦，包括我们副议长啦，我绝对支持你的啦，我不要骗，市长，对不对？有没有机会要回来？市长，你讲一下。好，谢谢。那个，我想曾议员关心这个港工捐的事情。我想第一个对水的问题我再补充一下好了。如果万一真的有这种状况的话，当然是以我们基隆市的民生用水为优先了。我想这个是毋庸置疑，也不需要讨论的事情。那不过刚刚特别提到港工捐哦。其实港工捐的事情，说实在，跟中央，我觉得这个问题基本上已经过去了，所以也不需要纠结在那边。因为，在中央的预算里面，包括主计处还有行政院编列的相关预算里面，第一个并没有这个科子目，所以你去跟他抗议，跟中央抗议，其实我想也得不到任何的一个效果了。所以我想这个事情还是务实一点，回来，去想说我们基隆市的重大的一些建设到底在哪里，那怎么样提出计划跟中央来这个力争来争取经费来建设我们地方，我想这是比较务实的一个做法。那至于口头上去说要去争取或者说去抗议这个港工捐，我想已经这个议题已经弄了很久很久的一个时间了，好，我想也基本上效果也没有。那我想也在这边做以上的一个补充的一个说明，谢谢。
市长，你都不做就说，你不做看卖啊，那不可能。较早大家不是拢在讲，是不是？啊，你又强力推什么东亚什么什么国际游轮的营运中心，然后建改130周年，你也大肆帮他宣传，啊，是要偷袂回来。对不对？为什么讨不回来？是不是？是不是？对不对？游轮进来排放的乌烟瘴气也是一样，我们来吸，对不对？最大的受益我老讲啊，就是港务公司最大的受益嘛。我们哪有什么受益嘛？啊，水的问题，你看你搁读个听，是不是？搁制造一个水的问题，我也无讲出来，你嘛受无，是不是？我如果今天不跟你讲水的问题的话，你永远想不到，船进来就要补给水啦。你不用问港务公司啊，我以前在当陆战队的时候都在港口守啦，军队进来的时候就要补给水啦，那些军舰进来的时候第一个就补油补水啊，对不对？但是军舰上面他们有淡水管制啊，阿兵哥没在打港利用水的啊，对不对？加水没在利用啊，有管制力啊，但是游轮没管制啊，所以水的问题上大啦，这个你要考虑啦，对不对？你要考虑什么配套措施，你要去考虑一下啦。然后港捐啊，你不要说不可能啊，你要回来的话，你历史留名啊，在基隆市定位，对不对？人家讲我林佑昌市长，人家土瓜都给挤透回来，村里话偷没回来，是不是？何况啊，现在我们蔡英文总统啊，520就职以后啦，中华民国还是恢复啦，一党独大，对不对？是民进党、民族进步党，是不是？那我尤其是中央啊、地方啊。包括我们基隆市都是绿色，对不对？绿色不是不好，我就说过了，我们议会啊是不分任何党派的，只要是为基隆市的市民啊争取最大的利益啊，我包括我们议长、副议长，我们是全力的会支持的，很多议员都会去支持的，不分任何党派的。所以啊，哦，市长，你不能说不可能啊，你没做怎么知道不可能？对不对？那本席在这边呢，还是要建议我们林市长啊，港捐这个部分呢，他欠我们的啊，还是要回来啦，是不是？拿出你的 gas 啊，对不对？对不对？你一定要拿出你的 gas， 这一点爱了等啊，你再不爱等啊，是不是？水的问题有游轮未来嘛是上大了，一直强调水的问题，你就听个听啊，对不对？是不是？所以啊，哦，你这个你不能推掉，你不能推迟。都不可能，你要想想看怎样去争取，然后未来啊，你所有的啊执政啊，你都不能有借口啦。中央欠无钱哪里的，你不能有借口，因为中央，我就说中央到地方都是民主进步党一党独大在执政，所以你不能有任何借口，哦，说什么得不到中央的支持啊，得不到中央的什么什么补助啦，你不能有借口的，是不是？那本席也相信我们林市长啊，以及我们林市长率领的所有事务的团队啊，对于基隆市的未来市政的发展是永续的啦。所以啊，市长，你要做稳挂，你袂使有蔡英文总统闹鬼，对不对？你要做稳挂，是不是？哦，所以在这边啊，本席啊，最后还是对我们林市长以及我们林市长率领的事务团队给予肯定，因为我刚才有说过了。今天打开报纸一看，哎，市长未歹，攀升到第15名，哦，啊，未来，阁机会，你阁攀升去第9名、第4名，甚至赢过赖神，好不好？市长，你要赢过赖神，是不是？是不是？你有机会赢伊啊？你伫民族进步党内底，你是明日之星的，你比较少年啊，对不对？不可能会输他的啊，所以啊，哦，本席今天看到这个很高兴，真的很高兴，又攀升了15名，对不对？未来第9名、第7名、第5名，甚至第1名，好不好？市长，在这边呢，啊，哦，本席也感谢啊我们事务团队对基隆市的努力，哦，那本席的咨询到这边，谢谢。好，谢谢。我们陈其炎议员精辟的质询的内容哈，啊，今天提早了10分钟，我
们今天的市政总咨询到此结束，在这里宣布散会。